早早在一起，你这么大处啥呀？我不带欺负你的，我是个医生啊。是，行，用银耳担保啊，是不是？我明天就上你诊所去给你擦地去。我珍惜这份黄昏恋呢，在你要珍惜啊。嗯，我也珍惜。互相珍惜。大爷大妈来相亲，从相互嫌弃到双向奔赴，只用了半天时间。话说，这缘分来的也太微妙了。今天来相亲的常大爷，今年77岁，个体经营3套住房。论取名的重要性，听听人家的这名字，能不富吗？我58年中医了，这就相当于你的诊所。对对对，嗯。这是个居民楼啊。啊，居民楼啊。啊，那你这房子是租的吗？个人的，个人的。那你这个诊所咋没在底下找一个门市呢？不用，我就八路一样找我。俗话说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常大爷家是中医世家，从太爷辈就已经开始行医了，再加上自己的悟性高，还真不怕没人来。大哥，你干中医这行干多长时间了？快到60年了，18岁，你算77，你说多少年了？我们就中医世家。那你这个手艺是谁教你的呀？父亲爷爷呗，家里的古书我还没少看，现在不看了，看一辈子了。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，必须得发扬光大。既然是老中医，那必须得宣传宣传啊。是哪方面的病比较厉害？我主要是骨伤疾病，像风湿类、风湿类、腰间盘突出、颈椎病，无效就退款。谁是我要见效应酬不见效，把钱给你，反正一年一个没有。问题来了，既然找老伴，总得展现一下自己的经济实力吧，能养得起吗？你现在一天大概有几个患者呀？一天不一定啊，3个5个的，5、6个的。啊，嗯，我不灵卖药啊，一拿就一个疗程的。那你这个一个月收入能大概有多少啊？没法说。啊，我不想透露实情啊，我这么说得了吧，白看没捞宝，我再活50年，不用管你要钱，就马上不干了，能活50年。听听，这就是底气。聊的也差不多了，带你们去下一套房子看看。咱上车不行吗？这是你车？我车呀。啊，这车开多长时间了？去年10月5号买的，原来开CR-V本田了。啊啊啊！我人家一年检查2回，另外我3年没检驾照了。嗯。人交警说你这作废了。嗯。你给我扣了。不得不说，大爷这体格还真不赖，都快办80的人了，开起车来照样嗖嗖的。现在自己收入也上。大哥，这屋宽敞啊，这大客厅。104平这房子104平。大哥，你这花养的好啊。我办事不赖活，耗了我再换新的。喜欢花啊？不是喜欢呢，我打扑打麻将不会呀。啊，不是喜欢，我消磨时间。啊，我好静。啊，哎，就回这头不走，一天不出，闲着不出屋都行。你不，那你都干啥呀？你不出屋？抽烟喝茶，不喝酒。啊，老伴活的时候抽烟特别少，一盒烟抽3天，现在一天一盒都得多。没有女人不是家呀。2年前，大爷的老伴查出肝癌，前前后后只用了38天，老伴的突然离世，给大爷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没有一天看他这个遗像。每天都想吃，吃不起饭，吃不着觉，孤独。哎，你们小孩你们小孩们不理解啊，这孤独可扛不了，尤其老年的孤独，像一对大雁似的。那个大雁飞走了，剩这一个雁在这嘎达，饿他也不想吃食。哎，左瞅瞅右瞅瞅，就他自己，那个雁走了。孤独。从悲痛中走出来之后，常大爷决定再找一只情投意合的大雁与自己双宿双飞，具体条件如下。最好谁别分心眼儿，哪怕这女方这月开5000干8000，给她你我不管，我给你多少钱，你愿意买啥买啥，你对我好了，那什么条件都行。为了这段即将到来的黄昏恋，常大爷早已迫不及待，就连情侣装都提前准备好了。红娘，看清尺码了没？给介绍的大妈体型了，跟着衣服相称。这也是新条女款，准备给未来夫人穿的，一回没穿呢，爱夫人的。给未来夫人准备的呀。是。哎呀妈呀，这花多少钱呢？这个定了7000块钱嘛。那你咋现在就想起来说要给这个未来夫人买个貂？那你那么事儿啊？我刚老头穿个貂。你为了夫人穿个羽绒服，我也不这么事儿啊！我是不是以心相待呀？我必须得对人好啊！
陪伴我余生啊。我穿貂就绝对不能让你穿羽绒服，就这心意绝对是满格的。了解完大爷的情况，红娘直喊没问题，这样的条件大妈随便挑。这不就叫来了67岁的庞大妈。庞大妈退休金每月2000元，有房。大姐，这楼是新楼吗？新楼，啊，我们是回迁的。啊啊，啥时候住进来的？去年年末。这里边是不是没几户人？回迁的，这不都在装修吗？你听着，啊，就确实是都在装修。哎呀，那我们是回迁的，在这里休息不好吧？天天走啊。白天我今天在家等你，一般我都出去走。别看大妈退休金不高，但条件也不差。唯一的儿子在深圳当老板，住的是240的大平层。庞大妈在那生活了15年，每天不是打扫儿子的大豪宅，就是跑去儿子工厂给工人做饭。如今儿子的事业越做越大，孙女也脱手了，庞大妈这才放心回来落叶归根，也过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。大姐，你这个是干啥的呀？情侣服，养生呗，有钱没事拍打拍打，按摩按摩。你不会太那个精准的，你就大腰母吧，比如说这个足三里，你找不太精准，你就大腰这个地方拍拍，就拍就好了。那是啊，但这胃肠就舒服了嘛。他朱三里不管胃肠呢吗？你研究这个研究多长时间了？这个可是有些年了。那你都学啥呀？从这里边？我说不明白，但是我懂得也挺多了。跟庞大爷的情况差不多，庞大妈的老伴也是癌症去世，当年为了给老伴治病，更是人财两空。如今儿子事业有成，自己也从丧偶的悲痛中走出来，于是决定再往前走一步。主要是说的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女人都是一个心愿，能对我好一点吧，条件要好一点。穷日子过怕了，这好办。常大爷最不缺的就是钱，于是红娘直接带着大妈来到了常大爷家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姐，你先进。哎，好。啊，那啥，你俩互相介绍一下。啊，我姓常。啊。个体户开中医诊所这几十年了，祖传世家15辈着呢。你多大岁数啊？我68。周岁是虚岁是吧？虚岁。嗯，周岁67。嗯，先介绍一下叫啥名。你叫啥名？我姓庞。啊，我姓常，我叫常富。啊，我叫庞艳君。简单了解后，从两个人的态度中，相信大家也能猜出个10有8有。第一印象咋样？有点老啊，瘦啊。我瞅有点老似的，赵先生，没有我前妻长得漂亮，就感觉老。说实话，反正你那说吧，往外领是领不出去。都这大年纪了，又不考虑下一代了，长相方面作为找老伴的首选可不太理智啊。先看完其他条件再说吧，万一可以发现新大户呢。在红娘的劝说下，两人都决定相互再了解一下。我老伴儿到今年75去世2年了，一年半了。一年半。啊，也是咋的？在家里边挂着这个老伴儿的照片，你介不介意？哎呀，那个事儿都不介意，那个人家那你不让人家思念呢，都不是不客观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哥不仅衣服多，还喜欢穿皮草。这件皮草是大哥给这个未来的老伴儿准备的，你说这男人多浪漫哈！那是新的。不管多大年纪，女人都喜欢浪漫的男人。你看大爷的用心，瞬间让大妈掉进了爱的漩涡。觉得呢，在你身上还是肯付出的，从这一点呢打动我了。大妈先收着点，还有惊喜呢，一会保准让你合不拢嘴。大爷不仅准备了皮草，还给整了套情侣装。情侣装有我买的，我不会在网上这电视购物，就这个。还有情侣装呢？对，哎呀妈呀！你体重比我都得重。我，你120斤吧。你穿那个上衣看看，那是马甲。我自己开25周年了。啊，自己的店。原来承包科室了。我看看，还挺合身的呢。我看看你那件合不合身。你老保多少钱呢？2000多不点。不是。哎呀，合身啊！啊，合不合身？趁着试衣服这回功夫，大爷把大妈的情况给摸了个底透。咋的？不嫌乎大妈老了？普通便饭能会做不？
家常便饭啊，就家常便饭，你也不出丑惯过哟。饭店我真吃够了，我炒挺稳的。你牙是自己的后箱的？自己的啊、嗯，啥都是自己的。我是真假都有。你属啥的呢？属马。我属羊。我当一个大夫，我21岁就做唐医，我太爷、我爷、我父亲都中医。就是中医世家。对，中医世家。吃够外卖的常大爷听到大妈会做饭，两眼直放光。哎，与吃相比，美丑还真不是问题。那说说条件吧。一个月生活标准定的是多些？没说话正说，没有标准。没标准，没标准。哎，我挣钱没说花的没，生活费啥的我出。你说衣服给你多少钱？当着几孩子面，那一个月你给多少？你说吧。一个月你想？你说。不对，我想听听你。你说，我说句实话。我好穿好花。就是他长得有点老，穿有好衣服穿不出去。你要多少？看我能接受了不？我没老保不等于没有钱啊。对，这俩人都是千年的狐狸，谁也不肯露底。为防止大妈狮子大开口，常大爷又开始给大妈打预防针。你要多少？我不能拿。咋说呢？你要61、62，长得漂亮点，我给你多花1000，听懂不？再说实话，咱也说实话。那我这岁数值多少钱？那不值2000块钱不？我说实话，我一年30万多。我应该找个62到63岁相当。你要是我原配行，要不原配的，照我心里的目标，差点。咱说实话。嗯，那你得重找吧。这么那个啊？那你就重找。大爷咋就这么不知足呢？就你这身子骨，给你找个小一轮的能伺候得了人家吗？看着大妈态度强硬，常大爷又露怯了。我给你1500，你对我好了，我心里给你3000。这1500你买衣服，咱俩生活费你出，那当然我出了，叫你买啥你买啥用啊？那行，对，能处一段时间看看，公公事吧，过两天看看。你那么的，如果咱俩要能结在一起，你主内我主外，你说买啥就买啥，这不差钱，听懂不？嗯，处两天看看，你说是不是？可以。可以，我发现我是医生啊，我有职业道德，听明白那是不？没想到两人峰回路转，就这么谈成了。确定心意以后，常大决定带大妈去自己的小诊所瞧瞧。把这个穿上啊，裤子还穿了，冻挺。不冷，还有大衣呢，穿那么多多热呀。我穿情侣衫啊。家穿着情侣衫没等来把貂了给买了，你说多感动啊。那咱走吧，啊。走吧。走吧。哎呀妈，这大妈喜欢研究中医养生，刚好大爷是中医世家，条件谈妥后，两人是越来越对撇子。这就研究中医呢？嗯，真研究中医呢？真研究中医。收不收大姐的徒弟呀？那你说你做夫妻的啥不得教呢？哎呀，我这天尝尝，我好说呀，好说可不骂人啊。妈呀，是挺好说的。那你俩在家唠嗑的时候咋说话，我也插不上嘴呀。你老伴儿把你扔了，我老伴儿扔了，咱俩就是咋的，相互扶持。咱俩你别嫌我老，我也别嫌你丑，这说实话啊。我还丑吗？咱俩相依为命。我都人家谁都说我是大美女，你还说我丑啊？咱俩相依为命，听不听懂？嗯，听懂了。半天功夫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直接进入了打情骂俏阶段。听大爷说吃够了外卖，大妈很是心疼，走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先进啊，我给你拍的。大哥，看看大姐这屋收拾的干不干净？还行，挺好。还行是还行吗？这多干净了。咱家你这么收拾啊？咱家这么收拾，可以。不能孤单的感觉。那我淘米呗，完你我会呀。摘菜行，芹菜别扔，芹菜做汤也行。老太婆做啥我吃啥。我上饭店都取肉呢。你看，不谈钱，这画面瞬间和谐了。好吃吗，大哥？咸淡呢？正好。要吃就正好。我吃饭不挑。嗯，正好，明天就照这个做。大姐给你整了一桌菜，你心里咋想的？挺热乎，我也找着伴儿了。早早在一起，你这么大处啥呀？我不带欺负你的。我是个医生啊。是。行，用银儿担保啊，是不是？我明天就上你诊所去给你擦地，是不是还得给我个婚礼啊？
100%行，那我就敢嫁给你了。妥了，本次相亲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，祝大爷大妈早日步入幸福的黄昏之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，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3秒钟。我是爱你们的八哥，咱们明天见。